演的节目形式是钢琴独奏，作曲家贝多芬，曲目钢琴奏鸣曲第六号 F 大调第一乐章。演出曲目的调性 F 大调，此调性的关系调是 D 小调，平行调是 F 小调，此曲目的速度为阿拉伯快板。贝多芬在1770年诞生在德国国昂，创作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写了第一二首钢琴奏鸣曲，第一首交响曲，第二阶段听力衰退1802年接近全聋的地步，第三阶段的创作更具实验性，音乐也含有更深的思想和哲理。1826年染上风寒而转成肺炎，1827年与世长辞。作曲年为1796年到1797年。